主料，豆芽250克，辅料，花椒5克，盐2克，醋5毫升，生抽5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豆芽洗干净备用，锅中放油炸好花椒，放入豆芽，加入生抽、盐和醋，葱炒片刻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豆芽多洗几遍，把豆沫全洗掉，不然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